把肌肉露出来。害怕了。是。凶点，不苟言笑。哎，什么是吧？嗯，对。汤姆猫。不是，但他一会儿的时候，老师好，不是，好好好，对对对，没有，我这背阔肌太大了，放不下来的手。来，你好，这地方是专门养蜜蜂的吗？还是啥？对，它是一个农家农场。这网上找的吗？对。哎，我给这老哥说，我说我们快到了，给您打电话。他说好的，那我先回家等你们。他说我平时做工地，我说哎呦添麻烦了。然后他说，没事，像我们这样农村养蜂人应该多认识你们这样新朋友。我说他做工地的，对，他也是自己爱好吧，应该是。我天，你知道他们这个在杭州养蜜蜂，他们有个养蜂协会，就专门养蜜蜂的。对，每年这帮人都会凑在一起开会啊，学习研讨啥的。有没有新农人协会啊？不真的，哎，其实咱要不建个新农人协会吧，杭州新农人协会。你看，一般公司那种董事长都是公司董事长，什么什么协会主席。然后再挂一个什么什么协会副主席，真会研究研究，研究研究把这个普通的农产品怎么做出花来。哦，快到了。哇，这村感觉有点像咱那边。哦，这不是他有这个？哎呦，养蜂能手。哦呦，这是他家呀。这个太专业了，看下去。咱弄个大牌子，我也天哪，这个。嗯，哥，我给您打的电话，哎，我给您打的电话，小蒋，小蒋，小蒋，刚我跟您联系的，我们是去是去那边是吗？哎，我去总工厂好不好嘞？哦，太好了，那就叫您松哥吧，松哥，叫您松哥，哇，我是小蒋，这是小童，我是小童，我看见过你们电视上啊，你看过，哎，哇，那太好了，我就是我女儿，天天经常在开这个你们节目。哎呦我天哪！我女儿还说了，昨天有还跟我说了，老爸就是这个，他们三店那个没钱管呢。那完了，咱这财务状况，松哥已经天知道了。您养这个养多久了？啊，您养得了多久？我已经六年了。哦，六年，哇！我呢现在在申报。协会就是还有科普，就是已经报上去，政府已经给我在弄了。哦，是养蜂的。我是养蜂，是主要是采枇杷蜜嘛啊。啊。我的枇杷蜜就是主打产品，现在那个政府很认可的，杭州市政府也很认可的。哦呦，我天！我们导师他更大，他一年收入差不多1亿。啊。我导师。收入1亿。哎，到时候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带你过去。养蜜蜂，1亿。他是本身是浙江蜂协会里面的嘛。我天哪，1亿，感觉有奔头了。哇，蜜蜂养殖基地，看看这里现在才涂蜂蜜，要不要开箱打开看看？看看吧。好，啊，我们皮糙肉厚的。看一下，你只要不去惹它就行。哎，对对对。好像说天气好的话，它心情就会很好。不去惹它就可以，像已经这个油菜蜜很多很多了。哇，这里面是有蜂王的吗？有，哎，已经新完了，已经就是个头比较大的一个。这香蜂不行了，哦，太凶了，你们走开，太凶了。嗯，它已经起来了，已经打扰到了，这香蜂太凶了，已经起来了，太凶了，好好好，太凶了，没事，这里香那外面去打一下好一点，太凶了，心情不太好，这一箱是他已经开始围着我嗡嗡了。换个心情好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那他那个翅膀绕着你耳朵一直忽闪忽闪，还是挺有压力的。他还好，你不碰他，他也不碰你。你们进来在那别不要再走门口，门口他要撞，不要撞的要咬。哎呦，这箱子一看就。心情好很多哦，拿出来它不乱飞是吗？哎，不乱飞就好。喏，蜂王呢，就是这个呢。哦，长屁股。哦，它还挺明显的。它就是带领千斤外嘛，就是只有一个蜂王。哦，这一箱就靠它管了。哎，靠它管。哦，就是这箱子一看脾气好。哎，脾气好，有的温顺一点，有的是很凶很凶的，那个品种有个性。二号箱一看，陆哥情绪稳定。刚那几号箱数？那还是。小心啊！好，我那个还有一个场地。这个是我想象当中养蜂的场景，哈，特别宽阔。
现在呢，蜂也不是很多，现在呢，分蜂期嘛，蜜蜂繁殖期嘛。这个分蜂是什么意思啊？是分蜂嘛，就是比如说我一箱蜂啊，要繁殖两箱、三箱。这是刚分的蜂是吗？六。我能试着拿一拿吗？这个可以，轻一点。还是有点心理压力。我来。刚拿回去会有点认生是吗？有点认生。还需要培养培养感情。对对对对。这箱，这蜂怎么这么安静？四号，这一看是文艺蜂。那像剩下的两个碗，一箱两个碗呢？哎呦，哦，这是三王芹，它产面更高。双王产量更高。嗯。你会看见？双王。哦呦。哦。那公司两个董事长，说不定你干得更好了。法律上不允许。像这种是他们自己住的吗？哥，自己做起来的，就这个，这个是我们的蜂自己熬出来的蜂蜡，那就是这样一个蜂蜡，我们自己做的。哎，我就好奇，这玩意儿是他们住起来的吗？啊，他自己做的？哎，他自己慢慢做起来的，层面啊，下面的彩纸旗，自己做起来的。现在太漂亮了，我天，我以为这是人工，怎么弄了个塑料还是啥的？然后我跟你说呢，这一圈是蜜蜞啊。这一圈是蜜蜞，蜜蜞。那这一圈完整的还有一圈，大概两公分半，就是粉蜞。哦，他们也会分区工作是吗？分区工作的，打扫卫生的呀，怎么的？哇，主内主外。哇，好帅啊！分工非常严谨。对对对，所以养蜂啊，慢慢的养起来啊，越养越喜欢，越养越喜欢。哦，有感情，有自己的制度在里面。对，我老板还叫我养的时候，我是养蜂有什么味道？你得咬咬咬死了，养了几年越养越好。就是另外什么活动不想做，就是一样，好像每天到蜂场去看看小蜜蜂怎么样了啊，就是这样，有个挂念。其实啊，我跟你讲啊，比如说好像我做工地的到家里啊，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啊，你白天到蜂场那边蜂开开，香开开，看看蜂啊，就是心情和平，哎呀，定下去了，哦，就是这样。我去看一下，就河边那个树啊，哎呦，就是箱子里有两个王，但是就是。这老一点的逃出来的，新的在里面。哎呦，这自立门户啊！就是他那个老王被赶出来了，是吗？对对对对，老王赶出来了，新王已经在那里了。哎呦，大哥！哎呀，明白了，你不用说，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哎呀，还好，陆卓健没跟来。是。一跟来，我天，提供了一个新思路。这小子的嘴角绝对。回去办分公司，说不定。其实养蜂养精了，这个乐趣很好。哦。还挺好玩的，挺好玩的。蜜蜂是它只有20天寿命，就是自己工作累死了。啊，累死的？哎，我天哪！它就是不工作呢，差不多60天。不工作能活60天？20天。工作活20天？哎，哦，干活就是这么一点，就是在场。就干20天就没了，还得少干活。少干活也只能活60天。不知道哪一项还有巢蜜，蜂群记录卡，新墙老郊台无，墙群是啥意思呀？墙群嘛，整个箱子爆满了。啊，爆满了，这哦，这是，哦，这里面就是蜜了。这巢蜜，这个再好的蜜了，大家都尝尝。像这个全部是花粉蜜，你还是喝了啊？很好的养容的，怎么的？这个哇，好吃。哎，像口香糖一样，嚼着吃。那个哥，我刚刚问您，就是平时这个选放蜂箱的地方，在室外有什么讲究？就是那，是要放在这个蜜源旁边吗？这个蜂箱？对对对对对，这个蜜源好一点，近一点嘛，它采量高一点。它反正它放也有2-3公里好采的。哦，那像这种垫高的是？垫高呢，防止蚂蚁啊、昆虫啊。像夏天呢，再好太阳不要暴晒的地方，阴凉的地方。有阴凉处。冬天呢，再好有太阳、阳光足的地方。为什么呢？它温度够了，蜜蜂就是差不多5到6到7度，它出去采蜜了。冬天。6到7度也能出去。哎，夏天呢，它差不多33度以上，它不出去了。哦。就是住在箱子里，它也是像人一样，很乖很乖的，就是。哦。就出去热死的不去采了，就是这样一个步骤。我现在有两个诉求，一个诉求就是我大棚里面的草莓现在开花了嘛，想要赶快进2箱蜂给它授粉用，然后还有一个诉求是等我们那个油菜花快开的时候多进一些蜜蜂过去采蜜，然后做自己的这种，看能不能做自己的蜂蜜。可以。我们油菜花田比较大，可能有90多亩。那可以，
哎哥，您这边有那种租风箱的说法吗？有的，也租是吗？也租的。哎呀。那不要紧的，我到时候我你发个电话给我，我给你带两箱过来，对不对？我天，那风门是无所谓的，我也是我师傅送了我几箱风，玩到现在，我现在玩的差不多200多箱，五六年。哇塞，越玩越大，太好了。主要您说这个能租，我心里就更安心了，因为那大棚里面确实很需要。这个不要紧的，这个你搞几箱玩玩。哦，这个。您就喜欢干这个？我喜欢干这个。我现在嘛，工地也不好找，所以我慢慢的养蜂，慢慢扩大起来。哦，进来喝个水。没事，您别忙了，哥。太热情了，哥。那这个挖来吃好了。哦。别拿了，哥。我们不拿。我们得买。我买两个这个，再加一个这个。不用买。啊不，肯定得买。到我这里不用买。我们企业不缺钱。我的一个就行，哥。别不用，别我得付钱。大家都是不用付钱。还这个还付钱干嘛？我不是我自己去在做生意。那咱留点啥呢？是留条命在这儿。不用留，一点不用留。那行哥，我今天晚上回去定了，看您啥时候方便帮我把那风箱拉到我们大棚。好的。你反正你们就这样利用起好了呀，你们提供场地，我帮你封印过来，大家供应好了，你比如说有没把它裁掉，你把它消掉嘛就好了嘛。格局，平会长。不是，大家供应嘛，不是一样的。哎呦我天啊，格局对不对？好，这个长米再拿一块钱。哎别，哎呦，快走吧，哥再把房送咱。好，下次等着来我们大棚里面。我们也送您点我们产品。那我们先撤了，哥。啊，那慢点。好嘞，谢谢松哥。跟过年回家碰上自己亲戚一样，老有亲切感。你俩跟他推搡那个，就感觉在山东，真好。哎呀，突然一下养蜂的欲望很高，收获匪浅。哎，就这儿，大哥，到了。那我们仨今天必须把事儿办成。来了。不得正着带，歪着带太嘚儿了，正着带有点严肃啊。我们在大哥后面站啊，你就不应该穿这身了，你应该穿的凶一点的，把肌肉露出来。害怕了？是，凶一点，不苟言笑。哎，什么是吧？对。汤姆猫。不是，他一会儿的时候，老师好，我们说，好好好，对对对。没有，我这背阔肌太大了，放不下来的手。来，你好。哎，邱老师，是我，表哥，哎，表哥来了，邱老师，是我 ，Hello 哥，你好，我跟您打电话的，昨天，这见过，好像在哪见过，在视频上见过，哦，见过，对，这剪啥的，剪玫瑰花是不是？对，哎，自己 Q， 老师，我们这边是有蜂场还是什么的吗？我们下面专门有一个蜂场，哦，我们能去看吗？今天？今天可以啊，可以去看。太好了，可以看一下。哦，这个就是啊，这个就是活的，叫我们学名叫中华蜜蜂。哦，这是中华蜜蜂。中蜂。哦。我们擦香水的呢。他要蛰你早蛰了。不是，没事吧？哥，站这么远没事吧？近的没事吧？不要紧的，咬一口了之后，更加美容。美容变帅了，变帅，帅脸了，把脸塞进去，哇，直接帅爆了出来。这个是叫中蜂，我们叫学名叫土蜂也有的。拿一个你们品尝一下蜂蜜。哦，再走了。他会生气不？今天好像天气不太好，今天。对。是吧？天气不太好。对，他有点生气，会有点怕他。我是怕吵到他。这上面你会看到刚出房的幼蜂，那刚出房的这个是哦，它从里面钻出来了，哦呦呦，快，这个 no， 哎呀，出来吧，这个是刚出房的，哦，这两天都已经有蜜了，哦，已经结蜜了，哦，可以尝一下，哦，哇，好甜，真的，哇，你快尝尝，谢，特别甜，真的。但是你吃上去是甜而不腻的那种，不腻的这种感觉。有谢哥，确实甜，感觉可以泡水喝。哦，可以吧？嗯，哎，好甜。吃完想唱一首歌。嗯，甜蜜蜜。
对，你烧的甜蜜蜜。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后的我们在做的一个课题有数字的养蜂，数字养蜂，你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你这蜂箱里面的蜂王在不在。哦，蜂王。然后蜂箱里面的温度、湿度，然后这个蜂蜜蜂呢，外面去进出采集的这个情况。通过蜂箱的重量你就可以了解到采了多少蜜。比方说这个蜂箱在不在。蜂王在，这怎么知道蜂王在不在呢哥？我们通过声音，声音的去检测蜂王发出来的声音跟工蜂和雄蜂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像现在在蜂蜂的时间，比如说它出现两个蜂王的话，它也能识别出来是吗？出现两个蜂王它也会识别出来的。哦，也会告诉你。对，也会告诉你。哦，这么牛。对，那我们到蜂场去。风情小镇。哦，我天哪，好夸张啊，这里的蜜蜂。对，全是。它这是异蜂是吗？对，因为我之前了解有中蜂和异蜂的区别嘛。对，然后中蜂就是平时咱们说的土蜂。对，异蜂就是今天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异蜂，它有什么优势吗？异蜂，异蜂的话呢，它主要是产蜂王浆。蜂王浆，哦，蜂王浆是异蜂。蜂胶、蜂花粉、蜂蜡，这个蜂的附属品它都产的。那个中蜂的话呢，它只产蜂蜜。所以你听到的有中蜂蜜，或者我们叫的就是叫土蜂蜜。但是你没有听说过有中蜂，有中蜂花粉。中蜂蜂王浆这些它都没有。异蜂呢，吃了蜂蜜，吃了花粉，这个工蜂啊，经过72小时，通过大脑分泌出来的一种分泌物，叫做蜂王浆。通过大脑，就异蜂才能产出蜂王浆。蜂王浆通过大脑分泌产出。所以异蜂的话呢，它就比较，叫专业一点了，它有四级管理。你别动，你们所有来的，你蜜蜂飞到你们的这个身上没事，别理它。你别动，别动、你越跑啊，它跟着你跑的这个速度没有蜜蜂飞的这个速度快。真假的？所以说，我叫后斗门博尔特，别动，别动，别，你没有，你进去跑一圈。别，我吓死了，出来肿了，出来。然后一个箱子里面呢，它是有三种型的蜂。我们给你看一个蜂王。好好好，什么型啊哥？蜂王、雄蜂和工蜂。工蜂。那你们三位知不知道，就是这三种型的蜂，它各是什么作用在蜂箱里面？工蜂打工。工蜂是对干活的，采东西回来。对对对。工蜂是工作的。雄蜂交配的。怎么交配的？和蜂王交配的。对，蜂王刚出房的时候叫处女王。是飞到空中100米的高处，蜂箱里面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雄蜂，跟着它一起飞，飞得最快的那一只雄蜂，雄蜂跟这个处女王进行交配完，交配完了，雄蜂死了，交配完就死了，对，好浪漫。然后蜂王就回到蜂箱里面，完成它一生的使命，生小蜜蜂。这叫至死不渝的爱情啊。有没有可能哥，这雄蜂一辈子也不可能交配呢？也有可能。有可能的呀，因为这个箱子里面可能有几十只或者是两三百只雄蜂就在箱子里面吃啊，好吃懒做的。然后蜂王的寿命呢，你知不知道多久？好几年吧。这个你们做功课。5-6年。蜂王它对5-6年，5-8年。但是工蜂的寿命你知不知道？20天，繁忙的季节。对，你又做功课了，厉害的。蜜蜂是辛勤劳作而死的。对对对，花开的越旺，蜜蜂的死亡的速度是越快。一个花期25天，蜜蜂就累死，累死了，累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咱们的异蜂是吗？对，这是咱们的异蜂。哎呦，和那个中华蜂好像不太，确实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它大个头要大一点，颜色更亮一点。对，这个就是蜂王，你看，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是不太一样，看到没有？它大一点，对，大一点。哇，异蜂的蜂王好大。对，看到没有，很明显跟它们差别。对，它的翅膀是那种折起来的，它不是展开的哈。对，
下面部分它要进行产卵，蜂王要产卵。哦。上面部分现在花外面开的这么旺的情况下，嗯，当一个仓库，它要把蜂蜜牛有足够的给工蜂吃。它通过一晚上就能有现在这个状况，2到3天它就能整整齐齐的马平了。哦。同时这里有个槽，有个槽机。槽机。它有一个六边形的槽机。哦，有一个一片，根据你这个潮汐来建这个房子。哦，所以蜜蜂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师。哦，那我给你抓一个，这个就是雄蜂，它不咬人的。啊，它不扎人，它不扎人啊，它不扎人的。雄蜂不扎人，对，一样的。哎，我天，你敢抓啊，大哥？哇，它在震动，真假的？它在开启震动模式。你看一个雄蜂，工蜂是真人的，这个是现在这个是工蜂。啊，你看他腿上还带了两粒花粉回来，你看，哦，看到没？哦，这个就是蜜，而且他一定会带在第三条腿。哦，一定是第三条腿，最后面的腿。对，他们今天怎么能看出今天心情好不好呢？首先，他的翅膀震动的频率，他会蜜蜂会跳丁字舞和八字舞。哦，通过发射信号来传达外面的蜜源，还有。在蜂箱门口专门有侦察兵。哎呦，啊，比方说有胡蜂来侵略了，它会扇动这个翅膀，它会通过这种跳丁字舞和跳八字舞，来对这个，蜂箱里面传达信号。传达信号。哦，这样的。对。太帅了。在这里，它哥，比如说它频率能产多少呢？就比如是，一个在现在的这个油菜花的花期，这一箱，最高的产量单产的话呢？啊，60公斤，哦，60公斤挺多了，挺多，对，一箱60公斤，对，一箱可以产，对，60公斤，600公斤，相当于10箱的花。它蜂王浆的话呢，是3天单产，3天的产量会有370多克，单天370，三天蜂王浆的产量，然后也是在花期内，也是在花期内，就是8天，那就成8轮。理论上，如果是我那100亩的油菜花地。也是进了同样数量的中蜂，它大概产能是多少？因为你那个油菜花呀，种在这个平原，它中蜂呢，它比较适应呢在山区，它的野性比较足。但是你这个种了油菜花了之后呢，那你只能是选择益蜂。哦，这个益蜂给油菜花授粉，油菜的产量可以增产38%。哎呦啊，我们急需增产。对，我们是油菜花一般的，可以增产。但我对益蜂有点心动了，因为之前不敢养益蜂。我们现在这个品种的温顺度还都可以的，你只要，不是刺激性的气味，嗯，它的温顺度啊，这个都还可以的。啊，它很亲人是吗？你对你温柔一点，温柔一点，轻拿轻放，就比较，啊对。哎呀，哥，没事，多遮两次就好了。哥不要动啊，哥。哥在展示，就是看看我。不要紧。哥，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比如说，我在同一块这个油菜田，我能不能养就是一部分中蜂，然后再养一部分益蜂？不行，不行，益蜂要把中蜂要吃掉的。10个青天只能有一个讲究好，一个道理。因为技术的成熟度啊，它没有。所以要养的话就养纯的。对，谢谢哥，谢谢哥。我回去消化一下，没事。我们回去商量一下这个钱该怎么出。好的，好的。然后提前跟您约。好的。哈喽叔，哈喽姐，哎姐，哦，我天，太不容易了，好多菜呀、啊、今天，哎呀天哪，哇塞，这么多啊，这个比我之前拿的量的还要多，之前卖的菜。好，我们芽苗菜。好的，豌豆苗。再有咱的鱼黄菇，准备就绪了。你看一下吗？芽苗菜刚刚新鲜摘出来的。这是我们自己种的蘑菇，鱼黄菇。这个是紫茎水菜。
有点像雪里红，有点像那个茼蒿，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含量比茼蒿高三倍。这个您回去炒一炒，比如说这些杆儿，它你看着可能粗，但是很脆，就是您比如说凉拌也好啊，或者您回去炒一炒都没问题，就当茼蒿做也行。前一段时间卖的那个生菜吗？这就我们自己从里面长的。哦，现在是新的品种。哎，那个生菜挺好的。生菜挺好的啊。嗯，就卖了一天都没卖了，因为这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卖，就是想买这个。这有卖袋子的吗？这地儿，这地儿有卖袋子的吗？我这里有人会买一点。哎呀，哎，谢谢姐，哎，够了够了够了。多少姐？我给你付过去，多少？你这敞亮。蘑菇给我来一斤。啊？蘑菇来一斤。必须送你哥。不行。一回生二回熟，已经很熟了。该送，这事儿该送。哥，你挑点送你了。不用，我买一点。来，这给我哥。上火锅，这个芽苗菜送点呢。这兜里能给你拿。来。我买一点吧，这个送，多少钱？快点，送，没事儿，谈钱伤感情，哥。要不送他送你钱？哎，不，以后还得来。对，看一看吧，豌豆苗，我们自己在那个草里种出来的，今天早上刚割的。这个给？对对对。这个给卖吗？都一样的。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展示用的，这个是也是从那剪出来的。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带那个盘儿，对，不买那个盘了，只买那个羊。12一斤，来姐。12一斤。那你回去上火锅啊，那炒着吃都可以。这个是9.9块。10块9。哦，送点蘑菇，正好凑个10块吧。可以当平菇一样撕着回去炒着吃都行，或者炖都可以。谢谢。啊哈，早起来卖菜了。这什么菇啊？玉皇菇。多少斤啊？啊？多少一斤呢？18一斤。这刚从地里长出来，然后今天早上出来的，今天早上摘的。炒了再烧汤吃。这个煲汤会比炒着吃好吃，因为它这个根儿会比较硬一点，所以它煲汤特别有嚼劲，很鲜的。稍微来一点，来点儿。放旁边去吧。啊，行，来哥。哎呦，还没出汤呢就卖出来了，这今天。等等啊，我给你拿个袋子。好。哎呀，放心，姐你可以上网查，就是它野生叫那个鸡油菌。然后这个是好的时候放下去，还是炖一会儿？其实它跟平菇做法一模一样，您开了以后，其实焯个一两分钟就可以吃。菌子种法，你上网哪查玉皇菇？都差不多。行，这个是反正想展示的，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刚扭下来的。下面的。对，这都下面的。您看是想怎么炒？这种就比较长得大一点，炒着吃这种，撕着吃。我们在这摆生会不会被赶啊？要赶的。这是苦苣。啊？苦苣。怎么吃啊？苦苣就是凉拌吃，您都可以。然后这种您看就是比较嫩一点，就可以煲汤。这种是小一点的。小一点来一个。这是什么菌子啊？这个是玉皇菇。玉皇菇，我给你把这个摆上。好。哎呀，可以了，我现在开微小没。行，来一个哈、啊、哥。啊，行，来一个。哎呦我天，6块钱。好。嗯。哇，我们这个没出摊呢就开卖了。也真的是刚刚长出来，刚掰的剪刀。我们开张过，你们那边。好嘞，好嘞，好，谢谢叔，拜拜。啊，谢谢姐。我以为看我。哦，没有。来了。啊！哎，可以光临。哎呀，来了。Hello， 姐。我们又来了。菜都摆出来了，可以啊，这么摆了，行。好的。这个是为什么是黄色呀？这个我们的新品种，叫玉皇菇，很有营养的，煲汤很好喝。那我来一点。来一点。
来，你自己挑。直接炒吗？对，可以炒肉片，可以。姐，你挑完后给你扒一扒，就这种小一点的话，炖汤会比较好吃。然后稍微长大一点的话，就是像这样撕成片儿，然后你炒的话会很好吃。Okay. 嗯，看您想怎么做。很简单。这个是啥？这是紫荆水菜，这个。其实算一个新品种，它是日本引进的一个新品种。凉拌。对，它其实凉拌很好吃。这个刚从地里摘，都可以，可以拿个叶儿。13.3块，收您13。凉拌吗？对，这个凉拌好吃，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凉拌，凉拌也可以炒着吃。好，穿一下然后凉拌。对，对，它凉拌其实直接可以吃，没问题的。我平时自己吃都是直接掰着吃凉拌了。这是我们自己大棚里产地3吨。你们是大学生创业吗？对，我们自己有个大棚，这都是今天早上刚摘出来的，5点多我们就大棚摘的。我们都种在地里嘛，然后这样一咔嚓，然后咔嚓出来以后就是这样的，那、绝对新鲜。这是紫荆水菜，姐。这个呢？这是什么？这是古苣，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刚从地里摘的，5点多刚从地里捡。这16一斤，姐。16一斤、啊。16一斤。刚刚这个是您要的对吧？凉拌都可以，凉拌很好吃。稍等啊，您拿那花生米啊，或者是就是拿醋啊，就随便一拌。怎么吃？或者您裹这个豆面。裹上豆面蒸8分钟也很好吃，豆面就是蒸出来就有点像那个饼的那种感觉。以后专门有了。不，这就是我们一个大棚自己种的，然后这一波正好种出来，今天早上刚拿的。不要不少，可以。玩。不。对，这个凉拌苦苣很好吃。那就给您称一块了啊。您拿那个豆面裹着蒸也可以，很好吃。7.38块，收您7块呗。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什么菜？这个是苦苣，然后这个是紫荆水菜。13.3块，这是苦苣，姐，它是凉拌的多一点，然后这个紫荆水菜也是凉拌的多一点。这个苦苣也是您的对吧？对。好，这个13.3块哦，然后这个是10.8块。苦苣好卖，我发现。对，苦苣好卖。苦苣好好卖，我看了。卖的真快。苦苣，哥，这个是，您凉拌啊，或者平时那种炒着吃啊，做粥都可以。我们今天刚从地里摘的，就从这样咔嚓一下捡。对，早上刚摘过来。早上刚摘的。多少一斤啊？16一斤。16。称点那个紫荆水菜，这个也很好吃的，就花青素含量很高。鱼黄菇。好，您自己挑。鱼黄菇。炒肉片吃也可以，然后煲汤也很好喝的。哎，这个不错。哎呀，太会挑了。好，16.3块，收您16，正好一斤。对，谢谢。这个确实卖的不是特别快，这个卖的是最快的，苦苣卖的也很快。但这个确实好吃，这个应该是昨天我觉得最好吃的。我也觉得那个拌那个沙拉，哇，好香啊！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区别？这个口感和这个可能不太一样，这个可能稍微更清甜一点，这个就是稍微苦一点，它苦苣嘛。跟这个苦啊？对，它里面带苦味素，就是这苦味素吃完了以后，它特别有利于那个清热解毒。就这个饭店里吃比较多，有个凉拌苦苣，然后这个您吃没问题，直接吃。没问题，可以尝尝。我们都从地里今天现弄出来的。对，你给送给我，给他们看看。没问题，没问题，随便拿。拿，没事，姐，拿着拿，没事。给你多拿点，拿一颗来，姐。拿一颗，没事。拿一颗尝尝也行嘛，没关系。苦苣卖完了。苦苣卖完了，没想到苦苣卖这么快。其实本来觉得这个应该卖的挺快，你也觉得这个挺好吃的。哇，就剩菇了。菇了，因为我们能带的多。我本来以为菇是卖的最快的，结果菇咱带的多，然后带了3筐。对，而且菇每个人都不会称太多的，它不像菜。那我这个收了啊。嗯。